我觉得情人节真的太多了，结婚之后还要过情人节吗？要啊。是吗？真的要一直过情人节吗？结婚不就是不用再过情人节？结婚之后还要过情人节？是吧？你们都有，你们结婚的都还？你没有再过也没有吧？我不知道我到底要过哪一个，七夕还是三月份的白色，还是什么夕阳，还就是每个都过，然后又有每年还有这么多人小孩生日、母亲节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结婚纪念日，然后什么圣诞节、万圣节、过年，操，太多。经我姐同意？没有同意。我个人疑惑，对，但是其实应该是要过，对，所以我等一下去选礼物，我等一下去楼下选礼物。我就不信你们每个人都有过，全部都有过，你们都会全部都有过吗？情人节？那结婚纪念日有？好，这又是另外一个课题，就是结婚纪念日到底是办婚礼那一天还是登记那一天？对，所以常常都哎忘了，就看到照片，然后突然啊忘了。最后都是过小孩生日。跟。对方生日会一定会过。生日过去旅游，他们是都会怎么表示呢？留写卡片，对对，往年都是写卡片，对，今年应该也是卡片。对啊。Angel 他如果有在的话，他就会也会一起啊，对啊，那主要就是他们两个小的都会很贴心的做卡片，嗯。他们要是同一个 style 做卡片，就你抄他抄他的，然后他再抄他的。差不多，但是他们因为现在国字就是学的比较多了嘛，所以他们词汇量会变得比较多一点。对，有时候他还有想要出国，是吗？OK 吗 ？OK 啊，他的身体嘛，对啊，他觉得好看也 OK 啊，对啊。但其实 OK 就是看久的习惯也还蛮能接受的，对啊，就是他自己的一种风格，他自己还蛮知道自己的。要的是什么，所以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，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，反正身体是他自己的嘛，所以自己觉得 OK 就好，而且其实穿环打洞都是会复合的，就是拿下来就其实它就复合起来了，所以还算 OK， 就是一种尝试吧。但他好像最近有拿掉一两个，对对对，就有被说服说拿掉一两个再去尝试别的看看。我也不确定，对啊，好像自己也想要再改变一个 style 吧。他没有邀我，但是我有陪他踏入过那个选对那个店，哇！我说我这辈子还没有进去过，然后走到那边，我好像觉得自己格格不入，对，就觉得哇，好新奇哇！你知道他是木村的那个？我知道，我有听说，有听说。对，我听他妈妈说的，我说哈，怎么没全部一起吞下去？但还好啦，这个小猪猪，对。